我要被打脸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发现大家最近都在吃熏味食与喜欢飞贼联合出品的一个螺蛳粉肥牛火锅，两到三人食。你恐怕是对有些人的食量有所误解吧？我今天挑战一个人把它吃完。这些螺蛳粉火锅都是我在拼多多1块钱抢到的，他们现在搞国庆大促，医院就有机会秒杀到4盒螺蛳粉火锅，点击视频和下角链接就能参与。快叫上你只会吃的姐妹来抢吧！这里面的猪蹄、鸭掌、外皮都被炸过，非常好吸汁儿。没有想到方便副食居然能够吃肉吃到爽，这个汤汁的味道也比较浓郁。3、2、1，抢！冲向本店！啊，完了，我要被打脸了！吃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了。其实吧，也不能怨我不能吃，只能怨他量太大。哎，我的妈！